防疫险两年内都做得申请理赔，所以合乎理赔条件，听从哪一道赔偿金，唔是急等申请相关证明，请先同卫生单位两年，留本有紧急医疗需求嘅平分。我系金管会主委王天木，一度民众加保嘅防疫保险，每少权益未受损。不过，只有保险法规定，防疫险对确诊也系隔离二十四两年内都做得申请理赔，唔是急等申请确诊。也是隔离证明，请先同卫生单位两年，留本有医疗紧急需求的平分。政府委任的要求保险业者照合约来赔，确保合乎理赔条件的民众，听从哪一道赔偿金，做上门 email， 向下来防疫。